以整啊。係啊，其實演一個比較男性為主的一部電影啦，咁我就作為一個其中一個主要人物的另外一半啦，咁其實我都是切合翻即係同我另外一半的嗰古仔去演呢個角色咯，咁但其實我自己好開心的，因為我從來都好希望可以嘗試去參與呢一類型的電影 ，which 我過去是冇試過的，咁所以就算是真係主要是男演員啦，即係講佢哋嘅故事啦，但其實自己有機會去參與呢部電影，其實都係好好嘅一個體會咯。因為成部電影入面最難嘅嗰一場係真係要去揸槍自救啦，同埋有少少嘅掙扎嘅嗰個場口，其實喺我自己演個戲入面嚟講，其實都算係其中一個最難去演呢件事，咁所以都係好靠即場啲武術指導啊、導演啊去指導我，咁我去真係嗰一刻即刻諗下點樣去做到去逼真咯。喺呢部戲入面，我係真係等緊周柏豪翻嚟咯，真係可能好代入咗嗰個角色。我同佢都會有忐忑咯，即係都會有好痛心嘅一下咯，因為我真係進入咗嗰個角色咯，嗰一刻都仲係諗緊你幾時翻到嚟。無論周柏豪嘅角色係中定奸，喺戲外戲內，我都諗唔到佢係一個奸人咯，所以我都永遠去相信佢中，同埋其實佢係點樣都好啦，即係呢個電影入邊嘅角色，其實點都係愛佢另外一半。以我睇過佢以前嘅作品啦，因為其實我都盡量會睇翻曬佢所有嘅作品嘅。我覺得今次呢一部電影同埋呢一個角色對於佢嚟講係有別於以往咯，咁同埋係好多情感上嘅翻波，冇得彈。哇！